我现在换个角度来讲，因为达赖喇嘛在想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从2002年到2010年，一共派了9位他的代表在北京进行接谈。那在这个接谈的过程当中，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突破的关键原因？因为中央政府一致要求，首先要解决大问题，如果解决大问题，那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。好，那你问他什么是大问题？首先，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，西藏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所以，这句话来了之后，达赖喇嘛代表回应给他们的，就是目前达赖喇嘛跟藏人行政中央方面解决西藏问题是非常诚意的。这里面没有任何策略的问题。那如果你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不是一个事实。因为西藏的历史学家，很多研究中藏关系的历史学家都看不出，如果真正我们研究古代中国文献，中藏历史关系看不出西藏是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有的时候说西藏从唐朝开始中国的一部分，有的时候中央政府说从元朝开始，有的时候说唐朝也说不通，元朝也说不通，干脆就自古以来，所以他就没有时间点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复就是，达赖喇嘛是身为一位出家比丘，因为历史就是过去了，谁也不能改变。有些在历史阶段的观点当中，当然历史学家他有不同的版本，这个也很正常。但是从藏人的角度来讲，一般99%的藏人都认为西藏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它有很多原因。比如说在7世纪、8世纪的时候，当时西藏的军队还进攻过唐朝的首都长安，那个时候西藏是谁的一部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第一次，对，我插一句话，当时候我刚才不讲了吗？这个我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，我很粗俗嘛。嗯，我为什么很粗俗呢？我就说这个达赖喇嘛，这个我想请教一下，大概、啊、有几个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说这个佛教里面呀、啊、有因果轮回报应，对不对？嗯、有轮回。那么这个其中这个现在是在西藏看起来啊，是汉人在欺负这个藏人，因为汉人比较强嘛，人比较多嘛，那么这个藏人比较少嘛。但是我说我稍微看了一下之前的历史，这个你们藏人强大的时候也欺负过咱们汉人啊。但是他们认为博树先生参考的很多资料都是党国的资料，没有其他方面。所以达赖喇嘛一直在强调，现在我们目前主张的中间道路政策是愿意留在中国境内，并不是否定过去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刚刚用了几个词儿嘛，就是淡化历史问题，放下历史问题。所以我认为就是撇开历史问题，要注重现实问题。那你必须要解决现实问题，注重现实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能不回顾历史的问题。所以完全淡化也不可能，我们正是撇开就是放在一边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讨论，因为解决一个现实问题，你不能所有回避那个历史问题，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。